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。好的，来玩这一款《仙剑奇侠传五》手游版。好，这个游戏即将结束营运啊！今天是9月15号，游戏预计在9月28日正式终止营运。那我是没玩过了，这游戏已经快6年了，大概跟我的频道一样长吧。我频道刚做的时候也是找一些新游玩，没有玩过这一款，应该是没玩过。好，我们跳过吧。哦，这个画质有点惨不忍睹啊，就档案不大嘛，压缩过。仙剑一跟二可能有稍微玩过吧，之后就没玩。李逍遥怎么变那么老啊？这还是那个大禹授权的。哦，这个音乐确实是仙剑的音乐，战斗音乐，回合制是不是？这些角色我都不认识啊，我都不认识，因为我没有玩过。来查一下好了，《仙剑奇侠传》，频道上有玩这款吗？没有，应该是没有。最近玩的一些仙剑都是一些，跟人家联动的吧。联动的时候会出一下仙剑的角色这样，或者是其他版本有 MMO 版本的啦，什么《仙剑问情篇》啊什么的，之前有玩过的《挥剑问情》啊，哈，这一款前一阵子玩的。大概今年3月的时候，好像已经正式上线了吧？陆服、台服可能还没出吧。他那个就有点结合 PC 版本，《仙剑一代》的 PC 版本，啊，把它改成手游版本这样。啊，这个游戏要结束了，我们稍微看一下要结束前的游戏长什么样子。画下 ending 啊。应该还没有人帮他们做影片。哎呦喂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突然搭配一下这个跟刚刚不一样的画面，这个应该可能是 PC 版动画，是不是啊？云淡天青扶风，20年后苍木山。好，《仙剑奇侠传五》手游版。大禹是不是叫大禹国际啊？我看一下，还是大禹资讯，不知道哎。反正就大禹什么的啊。这边更新档案20几 MB， 同意一下。星语互语，然后直接开始。哦，有一些一代的角色哦。哇，你看这个公告多久啦？2018年的公告你还停在这边，你不如把它消掉。好，来吧，来吧。怎么突然没音乐？云凡哥哥，乡主都飞走了，我所以主角叫云凡是不是？小蛮。请戴上耳机，打开音乐。方彩薇，嘿嘿，彩薇妹妹别着急，我这就给你抓几只小鸟。那边有人跑过来。好，有语音哦。不好，光天化日之下开战，以前的算卡牌战斗啦，就是回合制这样，我角色战斗。哎，这个倒地怎么好像只是站立，他把它90度这样放在这边，倒得很奇怪，有没有？这个，不 OK 不 OK。可恶，这群毛猴子怎么这么厉害？云凡哥哥，云凡哥哥，殷奇雷，
老爹，臭小子，活腻了，跟魔猿打。他家老爹可是他们两个不同姓啊，他姓姜，他姓殷啊。臭小子，做英雄也要量力而为。知道了，老爹。闲话等一下再说。这姑娘看来昏过去了。这姑娘以很奇怪的姿势躺在地上啊。他的伞还在这儿啊！云凡哥哥看到后宫剪掉，没有画一个倒地的图片。好，狂云寨，唐雨柔，小女子唐雨柔，这可能是也是女主吗？小女子此次上山，是听说这山上有一种草，吹风叫做风亮节，风吹会如萧响，风吹会如是一种草，高风亮节。凤鸣草，凤鸣草吧，风吹回响，差这么多啊！说听上去像风，嗯，差这么多，你还说应该就是人？不知这凤鸣草在何处？我不忍心吐槽了。在后面的山崖，这边可以跳过剧情。这样吧，唐，那没有的事，正好队伍升级。凤鸣草我记得在峰顶那里。好，凤鸣草我们要走到这边就推进关卡战斗，继续打妖火吗？有动静，果然是妖火。哎呦，这个猴子比较厉害啊，有猴王啊。嗯，这些猴子丑丑的耶，你应该画可爱一点。这灵玉仙舞，但是也许人家那个仙剑舞就是这样嘛，我也不便多说什么。强壮的猴子，手游能冲五六年都不错了啦，可能就没有营收啦，没有新的观众，没有新的玩家啦，然后你也没有宣传打广告嘛，因为打广告还是得花钱啊。那好吧，自然就玩家越来越少嘛，因为我有在玩手游，我知道。每通过一定的关卡，就能获得丰厚的奖励。因为大家都会跑去玩新的嘛，就是这儿了。新的抽一抽，玩一玩，然后弃坑再去玩下一款。看，那就是啊，对。好，凤鸣草在这。这就帮你去采凤鸣。公子不必麻烦。你干嘛那么无聊啊？为什么一定要帮他？他还说不必耶。啊，凤鸣草，你就是魔猿的老大吧？唐姑娘，哦，这个才是老大，刚那个只是小队长而已。老大，你怎么带一个小弟而已啊？定位萨摩什么什么，太快了啦，太快了啦！哦，有点快啊！哇，直接爆气耶！追命狂龙，不是飞龙探云手是不是？李逍遥一开始学的招式啊，偷东西，直接玩过一代啊，其他都没玩，二代好像有玩一下吧，忘记了。江公子，好机会。好，交给我吧。想要玩的人都只能去装个模拟器啊，哦，回忆一下，装个 XP 模拟器，然后是怎么样的模拟器？大家伙，然后再安装一下，网络上找一下安装档，安装一下就可以玩。别，我这以前有一阵子都是玩一些以前游戏，都因为那个 Windows 版本不相容，就要去装模拟器。江公子似乎。就我这个是 Windows 嘛，然后你就去装模拟器。是想退，饶了我吧，唐姑娘，给，谢谢公子。模拟以前的作业系统版本的，啊，简单说就是这样嘛。这个，好，有一个女生跑出来了，我也不知道她是谁。啊，江公子，你的手在流血。啊，哦。应该是被刚才那猴子，让我看看。还好
看猴王爪上有黑印，有毒啊，还担心有毒，幸好是我多心。唐姑娘你真厉害，他帮我们疗毒，对不对？疗伤。将我要有你一半医术就好了。山下清河镇中就有医馆。我们是山贼嘛。哦，我们主角是山贼啊。OK， 了解了解。什么以后就可以跟人家说我玩过仙剑五咯。真是的，手游版已经倒闭了。继续下山吧。剧情可能差不多吧，我来查一下《仙剑五》的剧情到底是怎样。我们来，唐姑娘，要不我们来那个看一下维基百科。我听你给采薇吹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维基百科。啊，我们看一下维基百科还有他们脸书好了。那个，我不是故意偷听的。好，这边先跳过去。这好，这是官方的 Facebook 了哈，一万按赞，一万追踪。好。这是8月16的讯息哦，这边有讲，他这边讲的啦，9月28要停止营运，怎么那么大声啊，小声一点，他在吹笛子吹箫，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女主角没错啦，真好听。我们回来一下，好，这边要结束营运的嘛，到时候没有厨子啊，已经不能厨子啊，我都不行了。我这边有公告，你看他这之前的讯息是二月的，这么久之前呢、啊，没有人的。看一下维基百科吧，维基百科他算第六代哦，哦，哦，主角是江云帆没错，唐雨柔也是主角吧。温柔善良，我还以为他是装的嘞，我还以为他是那个腹黑啊，还以为他是有问题，没有，他是主角，女主角。这首曲子是我新写的啊，雨柔，雨柔，这边有个小蛮嘛，刚刚出来的时候有女娲族的血统哦，龙优，好吧，稍微看一下，怎么样？这个背景啊，仙剑舞。多谢江公子赐名。好，我们回来游戏吧。时候也不早了，大声一点，下山吧。他们还在讲话啊，剧情真多啊。没办法，因为如果你是动漫 IP 的手游，或者是像这种手游的话，那剧情跑完就没了、啊。满星通关、嗯、可以获得最多的宝箱奖。那如果你要让它一直延续的话，就变成说你要去合作，要去联动，那都要花钱。快点去接雨柔姐姐一起冒险吧，比如说他们就会跟什么轩辕剑联动，我就跟仙剑一联动，所以这边应该也可以抽到仙剑一的角色了。对对，因为我们刚刚那个首页就有看到那个李逍遥啊，赵灵儿啊，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叫什么那个大小姐，有点忘了，哎，突然就忘记了，不管坏了，唐福，所以我们就护送他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柔儿到底去哪啦？老爸，你怎么用这种姿势在讲话啊？老爷，老爸，你的姿势怎么那么奇怪？金鸡独立，这样讲话很奇怪呀、啊。什么？你看他用这种例会。是。请个大夫也这么慢，金奇雷，金奇也不是我们老爹吗？山寨老爹。哎呀，采薇的心急又犯了，昏迷不醒，怕是再迟点就没救了。那就麻烦姑娘了。狂风寨，哦，它是有治疗功能嘛？刚有说它有治疗。简单说，就是我们奶妈。醒了！哎呀，真是太谢谢他。先生不必如此，雨柔不过尽点绵薄之力。狂风寨的人听着，快把我家小姐唐府杂役，荡平你们狂风寨。他们误会就对了，误会我们是把他绑架的人，因为我们是山贼嘛。什么人居然敢来我们狂风寨闹事？我去看看。这个小小的误解，但是还是要战斗一下，不然
就不好玩了、啊，就是要战斗游戏。这个杂役就复制贴上啊，两个复制贴上，好歹改个颜色嘛。小爷今天让你们好，自动战术已解锁。这个是消耗能量吧？我不要，我打自己按。香子，好机会，好，好，合体技。啊，你跟你们家的杂役打架，看到大小姐还要跟你打、哦，过关。好，这游戏玩起来就是中规中矩吧，但是就我开始说，它会结束营运大概就是没有东西了。哦，已经没办法更新了，已经很久没更新了。然后那些开发人员都已经不开发了，也没在维护了。然后那个营收太低，就是营运成本已经不需要，就伺服器那些营运成本也没有用，没有要用就结束了。你们回来了。大概是这样吧。老爷，好个狂风寨，没想到。是。有时候看到一些游戏要结束营运的啊，这么快要结束营运的、哦。以前之前有试玩过或干嘛的。哼，放马过来。通常会广告啊、宣传，他们日服啊，日服比较会讲。就是可能是他们的那个法律规定，就是要公告，几个月前或者提前几天前要公告，跟玩家讲。不是，也不是跟玩，不是说跟玩家讲，跟那个整个在网络上讲就对了，要公告、啊。追命狂龙，追命狂龙，都是我们的合体技。江公子，好机会。与什么什么的云凡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你跟你自己老爸打、哦，奇怪。云凡，住手！云凡，住手！哦，我懂了，是他跟他打。只是战斗的时候，我们的队伍会直接上。少废话，你们掳去。爹，爹，我来了。爹，我没事，我要当山寨夫人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爹，对不起，是雨柔人。罢了，你无事便。他找那个东西，可能就是剧情需要啊。狂风寨吗？云凡。哇，你干嘛对你儿子这样子的、啊？欺负人了。我们救了他女儿啊，确实确实。臭小子，你一点都不为寨子着想。好，这边配音还不错，这个还可以。英奇磊这个比较像演戏的声音。爹，可真是的，长他人威风，灭自己是。好，那差不多了，玩了18分钟啦。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那个首页的话就不看了啦哦。差不多了，主线精英噩梦，然后世界阵容，我们现在阵容就是江云凡嘛，然后这个唐雨柔还跟这个方彩薇，然后怎么回首页啊？这边有冒险，没有首页吗？至少现在还没办法回去啊！现在的功能就只有这些而已。啊，当然已经不能处置了，是不是啊？不要购买了，以励志嘛。哦，这里啊，找到了，找半天。这个上页，找半天，要没有首页，直接按一个功能不去。然后我的 ID 是可以修改，然后系统设置音乐音效画质。这样就改了、哦。优秀，我现在是优秀吗？不对，要点过来才是。因为这边音乐的话，它这样显示关闭，按过去就关闭嘛，所以这按过来是就会变标准吧？那历史可能是这样。好，邮件营运团队哦，你看这个刚我们看过了嘛，要结束营运的，一键领取一下。好，好友还有人吗？哎呀，还有人在玩，还有人在玩啊，还有人在玩，都要官服了，伤心啊！神龙鼎、炼化英雄装备什么的，还手厨啊，手厨，
这个家伙是谁？小蛮吗？找到炼制琴骨的方法。哦，小蛮也是主角之一啊。刚刚我们有看维基百科嘛？厨子不是说已经不能厨子了吗？可能功能还在吧？你按着他不让你厨子了。好礼，七日好礼。这个游戏的问题就是画质比较糊啦，毕竟六年了嘛，要糊糊的，稍微糊一点。然后以前的游戏可能没有放置收益，就是没有那种放置挂机，你可以一直领收益这样。它没有这个功能，它也没有做，就是已经写死了，没办法去扩展它的玩法。哦，仙剑客栈应该是招募啦。哦，都是一些招募什么的。看一下角色吧。哇，这么多，有橙子蓝，没有绿耶。哦，角色在这边。封不住我的。认识凌波。四大使家。携手刚刚一开始让我出现。我皇甫家以仁义为。好，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吧。不知不觉玩了十几分钟啦。中规中矩吧，我要结束了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一生一叹。